师座，半个小时以前我来抓捕他的时候，在廊道上就听到了枪声。看来情报是被他给送出去了。这件事情，只有在座的诸位知道，谁要说出去，我就毙了他。重伤，重伤。 这份情报太重要了，你赶快回去吧。师座，情报截获了吗？情报没有搜到，我们又来迟了。看来情报是被他给送出去了。传我命令，部队立即出发，星夜建成。敢在共匪接到情报之前，把他们全部剿灭。是。 到，立刻发给三级班总部，10万火急。是。<是>
你们这些人，不是我杀的，你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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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我
由于我们内部情报的泄露，这次围剿共匪，我们又失败了。共匪的两个团就在我们眼皮子底下逃脱了。这是我的失职啊！我们一定要将功补过，完成蒋总司令亲自布置的剿匪大业。是。 就是那个小共匪，你叫啥呀？你多大呀？你是个哑巴呀？你才是哑巴呢！他们说你是共匪，是真的吗？是又怎么样？不是又怎么样？是共匪会被杀头的，杀头就杀头。你们共匪真的都这么不怕死？怕什么？ 你这么小就当共匪，你爹娘不管你了？你是谁啊？我叫毛毛，前两天我爹才带我来这儿的。你爹是个白狗子呗？你怎么这么没教养啊？张口就骂人，骂的就是你，小白狗子。小共匪，你信不信明天我就让他们把你给毙了？看你还凶不凶？你害怕了吧？ 逗你玩呢。
你脖子上挂的什么呀？能给我看看吗？不给。那我拿东西给你换，你想要什么？我才不换呢！你要是能放我走，我就给你看看，这东西可好玩了，是哨子，能吹出鸟叫的声音。放你？那可不行，你是共匪。那你就别看。 你的东西真的能吹出鸟叫的声音？让我试试，就一下，就一下。哎，你真的喜欢？嗯，我可以给你做一个。真的？不过你得给我竹子还有刀。 你会做吗？当然会做。嗯，你等着。哎，对了，我做的时候你不许在旁边看啊。为什么？没有为什么，你快点走吧，待会儿再来拿。哦。 叔，我爹叫你，你快去看看。啊，好，我这就去。 列宁学校的先生，我实在无法胜任，我当不了。马列的道理、共产信仰，我一窍不通。我自己不懂，不知怎么去教学生。倘若授课时学生问我：“先生，什么是土地革命？什么是第三国际？”我哑口无言，无以对答。 列宁学校的任务就是让共产革命后继有人，你不讲马列怎么行呢？你不是有课本吗？照着课本讲就是了。这苏区的课本啊，我看不懂。您是郭政委推荐的先生，他说您是大学者，古今中外一肚子学问，哪会看不懂课本啊？校长，中国有数千年的文明，释道儒博大精深。 四书五经，所谓正统。俗话讲，半部《论语》治天下，办学校不讲孔孟，讲马列，为何让外夷信仰来统治我们呢？够了，梁先生，马列思想是指导中国走向光明伟大的理论，你不能恶毒攻击。我没攻击。梁先生，你让梁老师接着说嘛。好，唯物论、辩证法。 剩余价值，孩子们听不懂，还有，大半都是文盲，连上大夫、孔夫子六个字都看不懂，我怎么教他们？梁先生，张老师，您看这样行不行？您教不了马列没关系，给孩子们讲讲国文，怎么样？好啊，恭敬不如从命。 怎么那么凶呢？我恨这个梁天星了。
离反革命只差一步了。 秋仔，你的事情我都听说了，你表现得很勇敢，你送来的情报也很及时，你是个好样的孩子，啊！这是咱们烈宁学校的校长，从今天起，你就是他的学生了。不，我要当红军。陈叔叔，我跟你走，我要当红军侦察员。秋仔，等你长大以后，你一定让你当红军，好不好？ 秋仔同学去拿校服吧，啊！秋仔，走。 告诉你，你要不许再说你是我婆娘了，你无人。那可不行，那是爹娘活着的时候给我们立下来的誓，你要是反悔了，就对不起他们了。我一定要当红军，为我爹娘报仇。
条后路，给我爹娘报仇。秋子，送我一个爱我。就是我，大昏君，傻白狗子。好，好，对。同学们，我们共产党人的目标就是要建立一个人人平等、耕者有其田的社会。我们的任务是要推翻反动统治，打倒一切压迫我们的反动势力。同学们，红色的苏区是中国的未来，苏区的少年是中国的明天。少年强，中国则强；少年进步，则中国进步；少年有文化，中国有文化；少年信仰共产主义，那么中国的共产主义社会就一定会早日实现。所以说，我们要时刻准备着，时刻准备着，时刻准备着。我在想什么时候能再长高一点。我知道你在打什么主意。哎，我有办法了，秋子，跟我走。营长，就收下我们呗，求求您了。营长，就收下我们呗。行吧，都叫你们了，到那边干活去。是是。敬礼吗？会会。敬礼敬田的男子也，渔夫乃打鱼的男子也，夫者也是对成人男子的尊称，如孔孟称之为夫子，
夫者也是女子的配偶也。秋仔，上位下课为何站起来啊？先生，您讲这课我听着不起劲儿。安静。先生，我来这儿是为了当红军的。哎，别吵了，安静，安静，别吵了。秋仔，给你的鞋。不要。为什么不要啊？玩我亲人奉敬老一套，你和我现在是同学关系。同学关系也要穿鞋？我有鞋，这是我亲手为你做的，拿着。不要。你拿着。你要给我就扔来。你扔，你扔给我看。现在同学们跟我一起朗读一遍：庆历四年春，庆历四年春，滕子京谪守巴陵郡，滕子京谪守巴陵郡，越明年，越明年，政通人和，政通人和，百废俱兴，百废俱兴。先生，萧梦秋有什么话说？苏区政府发了教材，里面讲的全都是革命道理，您就给我们讲课本上的东西吧，给我们讲讲苏维埃和第三国际。对。课本上的东西由别的先生教，我讲的是国文。苏区的后生仔天生就是革命者，只要学好了马列主义，其他的学不学无所谓。对，无所谓。何为无所谓？萧梦秋，到我这儿来。把你的手伸出来，手心朝上。养不教，父之过；教不严，师之惰。先生，你说什么？你要打就打我吧，别打秋仔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是秋仔的婆娘。不打了。放学以后，到我房间里来一次。下课。走。小梦秋，坐吧。以前念过书吗？在乡里的学堂念过一年。令尊是做什么的？令尊是谁？我不认识。令尊就是你的爹。报告老师，令尊以前是农民。你自己不能叫令尊，啊？古人说话，说到自己一方要自谦一些。比方，爹称为家父，儿子称犬子，
妻子称卓京。先生，那您有几个卓京，几个犬子啊？小母亲啊，先生我怎么会有几个卓京呢？我们乡的地主齐老五就有三个卓京呢。先生，我一生未曾娶妻呀，既然没有卓京，那哪来的犬子啊？小孟秋，先生教你什么？三字经、增广贤文，还背了十几首唐诗。我一直认为你是读书的好苗子，不要去做一个头脑简单、四肢发达的武夫。哥，武夫是哪？武夫连这个都不知道。太没学问了！你告诉我，你告诉我。武夫就是武夫，会武功的人不就是武夫吗？哎，有道理。手握刀枪，胸无点墨者，武夫也。哎呀，秋才啊！不要当武夫，学了文化之后要当武将，当武帅，啊！知道了，先生。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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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同学们，安静一下。突刺神，一。要快，二要狠。突刺村，突刺村，突刺村，打起精神，突刺村。二神，你将枪向后拉一下。再次，这叫引枪，引枪就等于告诉敌人我要刺你了，敌人有了防备，当然你就刺不到了。二栓，回答一下，什么叫做狠？狠就是将吃奶的力气全用上。回答基本上正确，狠就是使出全身的力气刺出去，明白了吗？明白。练习。教官，我有点话跟你说，啊，说，这本来是国文课，怎么把同学们拉到这个操场上来训练了？前几天下雨，这军事训练课就耽误了。那这国文课不比训练课重要吗？你教学生识字，我教学生杀敌，你说哪个更重要啊？那你换课你也跟我商量一下。校长早就同意了。我没同意。我抗议啊。抗议也没用啊。斯文扫地，这列宁学校不像列宁学校，像列宁武馆。你说什么？不像列宁学校，像列宁武馆。你继续练习。是，下课了。这学校成了武馆。既然说这样的话，我看他呀，离房子里只差一步了。怎么了？谁惹你这么不高兴呢？还有谁？梁天星呗。梁老师，他是旧知识分子。咱们必须团结他，争取他。你得有点耐心。都是你惯的。你要是拉不下来面子，我去跟他谈，让他回家，走人。你？对。就你这性格，带兵打仗还行，给文化人做思想工作，我看不行吧？我看这事儿还是我来吧。那你明明白白告诉他，搬列宁学校的目的。就是为了给共产革命培养战士。谁要是能搬教室，就让他走人。去。
居庙堂之高，则忧其民；处江湖之远，则忧其君。这两句什么意思？就是说，一个人做了高官，得关心民众百姓的疾苦；身为一个普通百姓，人在江湖一样得关心国家的事情。说得对，这就叫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。先生，您教的课我越来越喜欢听了。等赶走白狗子以后，我一定会再做您的学生。到那时候，我就跟您学国文、数学、物理，我都学。好，江莫秋啊，我仍然想把你送到赣州去上学，因为你是读书的好苗子。不，我铁了心要当红军。这样，我先上你家，见见令尊令堂，好吗？先生，您不能去。我没别的意思，我是见见令尊，说说你上学的事儿。我爹娘以前是红军交通员，都被反动派给杀死了。林老师，校长好。秋仔，先回学校吧。校长。杨老师，我有话想对你说。你要说什么，我全知道。我知道我错了。今天找你啊，不是让你认错的。校长，我曾经说过，因为我不懂马列，我不能当列宁学校的老师。这句话，现在我收回。列宁学校主要目的就是培养能文能武的战士，让共产革命后继有人，而你却拒绝使用苏区统一课本上课，还散布落后言论，影响很坏。校长，我刚才说了，我知道错了。我之所以拒绝教授马列，因为是我不懂，我不懂的东西去教学生，那不误人子弟吗？现在我想通了，从今以后，你当我的先生。你教我马列革命理论，我学会之后，我再去教学生，如何？那校方的意思是要辞退我。去收拾东西吧。同学们，请坐。请翻开课本的第五页，共产主义。同学们，共产主义最核心的是两个字，共产。共指的是平等、平均，产指的是财富。共产主义就是要消灭剥削阶级，用民主的制度代替剥削制度，要建立一个政治平等、财富平等、尊重平等的社会。先生，我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，更不懂马列共产主义理论。我只是一个
普通的教书先生，我的职责，我的责任，就是要把我数十年的国学文化传授给你们。你们将来不仅是一个敢于战斗的革命战士，更是一个满怀文化知识的社会栋梁。同学们，先生，我知道你们中间有很多人的爹妈、兄弟、姐妹被白狗子残酷的杀害，你们小小的年纪却承受了无比巨大的悲痛。老师，我今天我给同学们上的是最后一课，因为我要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。同学们再见了。不过你们要永远的记住，好好的学习。梁先生，咱们能再谈谈吗？不必了，照顾好孩子们。庆历四年春，红色军国首发一日，谢明年国后反革，八月军令大路九月两吃饱吃好，身体壮，身体壮了当红军，当了红军打胜仗。好。四婶，菜里能不能再多放点盐呢？这个意见提得好，不过同学们啊，你们要体谅一下食堂的难处。现在呢，白匪军的千军万马封锁了苏区，一粒盐都不让运进来。同学们，我们正处在战时的困难时期。等红军打完胜仗，我们冲破封锁，我四婶啊，请大家吃酱油拌饭。没有盐，一些战士开始出现浮肿；没有药品，伤员得不到救治。目前苏区急需盐和盘尼西林，地下党在白区筹集了一批药品和食盐，我们这次的任务就是要安全地把这批物资运回来。郭政委啊，让孩子们到白区去是很危险的，毕竟他们才是十来岁的孩子啊。正因为他们年纪小，所以才不太会引起敌人的注意，完成任务的可能性就会更大。但是一定要慎重，要绝对保证他们的安全。这样吧，让我跟孩子们一起去，可能对事情有点帮助。
站住！把衣服解开。穿不凉啊？你穿着倒不行。长官，身子骨不好。我知道你身子骨是不好。李彩他爹死了，这可是个好机会啊！走，我们看看去。走走走。爹临死前说了什么没有？他就说了一句话，爹说要把他葬在村委关外的杨家祖山。怎么样？我回去说。走。有客到。哟，陈管家。哦，你也来了。是啊。老爷子的丧事儿，怎么也得过来看看。老乡亲，哎呀，这给你拿着，一点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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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您受累啊。健康面包，步步为营，缝破缝到，剿灭共匪。健康面包，步步为营。李彩，去歇会儿吧，明天还得早起呢啊。爹在世的最后一晚，我要陪陪爹。哎，
不必下跪，快快请起。师座，这是规矩，不孝子满身罪孽，必须下跪。令尊先逝，怎么不告诉我们一声啊？如果不是徐副官提醒，我们可要失礼了。师座亲自前来，理睬真是过意不去了。我们匆匆赶来，就是想祭拜老先生一下。师座，家父的丧事一切从简了。令尊先逝，深感痛切，望立才兄弟节哀顺变。师座，我爹就是被共产党害死的。此话怎讲？五年前，共产党在这儿搞农运，分田分地，抢夺财物。家父曾戴的七尺高帽被游乡斗争，身受其害，身心俱创。几年来，未离床榻。唉，师座，请吧。行。校长，快点，他们回来了。老刘，快！赖师长亲自来看您来了。老爹主一面归西，小子不必多礼。爹，您老人家放心，我一定会替您报仇的。伯父大人一路走好。伯父大人走不动了，腿脚硬绷绷。李才兄弟，这些电仪是我的心意。家父临终留下遗言，要把他葬在翠微关外的杨家祖山。明日出殡，我亲自去翠微关送老先生一程。多谢师座。师座，请吧。赖某今日携犬子为令尊送行，谢谢师座。杨老先生，立才为党国鞠躬尽瘁，才致死您的葬礼如此之简单。赖志清再次发誓，等到共匪剿灭之时，我一定给您重新风光大葬。弟兄们，杨队长是我党国精英，实乃我辈之军人楷模。全体立正，向老太爷敬礼。师座，您对立才的大恩大德
我是您三十年前教过的学生，先生您好。赖志清，我叫赖志清，赖志清，先生，这是犬子，毛毛，给先生鞠躬。先生，毛毛，你们这是认识？他是我朋友。 慢点啊，秋仔。好。先生，请用茶。先生，学生黄埔军校毕业后，一直跟随陈诚将军，去年才回家乡剿匪，这次能在此地相遇，学生真乃是。 三生有幸，先生，您一直在哪里做事啊？我一直在教书啊。对对对，以先生的学识，纵然是在赣州第一学府教书也不足为奇。先生在哪儿高就啊？谈何高就啊？孔孟之道，在哪儿教都行。 对对对对对，哎，赤匪猖獗，国难当头啊！政府虽全力围剿，但收效甚微。咱们家乡有兵荒马乱的，如果先生愿意，可以在寒舍住下，教教犬子读书写字，免得共匪侵扰先生。
共匪是向着小孩干的。赖师长，共产党未必像你说的这么坏。打土豪、分田地，都是为了老百姓。先生，不管说什么，我都是党国的军人，我来赣南就是剿匪的。我在校长面前发过重誓，不灭共匪，我不会离开赣南。 赖师长，我看你公务繁忙，我们告辞了。先生，实不相瞒，近几日我百万大军就要踏平苏区剿灭共匪。你老人家要珍重啊！多谢美意，有数，有数了。走。秋仔，你还没吃饭呢？啊，不吃了，不吃了。 秋仔，秋仔，怎么会出这种事情呢？哎，让人家把你爹从棺材里扔出来，你竟然不知道！ 我跟这帮小共匪不共戴天，亲自把共匪急需的药品食盐护送出了翠微关。这事要是传到陈成军长耳中，那是要掉脑袋的。你马上派几个人到宁都县，把列宁学校给我烧了。是，把那些小共匪都给我杀了。铁杆内战！ 抗击反动派的第五自卫剿，为了保卫红色苏区，保卫我们的红色政权，中央决定组建少共国际师。动员年满15岁以上的青少年踊跃报名参加。我报名，我也报名，同志们，少先队员们，同志们，让我们化作青春的火焰，为共产主义事业。
请勇敢的战斗吧！誓死保卫苏区！誓死保卫苏区！彻底粉碎反动派的围剿！彻底粉碎反动派的围剿！是你啊，来匪区的时候你把我留在这儿，去小点声，说等你们回来。昨天这儿来了很多共匪，收山入港也换了人。队长，是不是出什么事儿？任务失败了，我们得赶紧想办法出去。哎呀，队长，你受伤了？没事，别跑。还没放弃搜查，队长，听说共匪要成立什么少共国际师？少共国际师？小共匪都跑到宁都县去了，查得太严了，怎么办，队长？不管了，先走吧。没有发现特务，继续搜索，绝不能让特务跑掉。是。队长，咱们被包围了。看见没有？吊桥起来了，到处都是人。那边，那边，快去！队长，我还是跟着你。你快去吧，你受伤了。巡哨的是六营的穆营长，他是陈诚长官舅家的人，我没敢贸然出城，怕引起他的怀疑。现在接防的四营营长是我多年的心腹，我想可以出发了。好，一切小心，但是要千万记着，出了一线天，往我老家的路上，那片树林情况复杂呀，时有共匪出没。防止国军的人固然重要，但也要防止共匪。你们一定要装扮好。是。等等。师座，您还有什么吩咐？徐路啊，知道我为什么一定要这批财宝吗？即便我不要，这批财宝也到不了抗日部队的手里。
一等，不许动！第十八军二师师长赖志清贪污抗日捐款，红军在截获这批抗日捐款后表示，这笔钱将一分不上运往东北，交付正在东北与日军浴血奋战的马占山将军。共产党表现出在国难当头之时，愿意不计前嫌，联合抗日的决心。看你干的好事，现在被共产党用来大做文章。共匪劫走了我二师的军费，又诬陷我赖志清私吞抗日的捐款。我已经接到陈诚长官的命令，要我们必须把这笔军费夺回来。明天三更出发，进入河塘村，包围共匪列宁学校，杀光共匪，夺回物资。是。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同学们，快！撤离。好，同学们集合，快！快快，包括好孩子，快点，后面跟上！共匪看样要往山上跑啊！
们是准备撤退啊。传我的命令，马上占领匪巢，一个共匪也不要放走。孩子们，我梁前兴老师再给你们复习一遍《岳阳楼记》。庆历四年春，滕子京谪守巴黎。师座，把那狗头给我干掉。师座，其必曰：先天下之忧而忧，你们齐声的朗读一遍。于官府巴陵胜状，在洞庭一湖，衔远山，吞长江，浩浩汤汤，横无。师座，整个房前屋后我都搜遍了，恐怕是共匪带着东西逃跑了。就是这个老东西把我们给耍了，我们上当了。浩浩汤汤，报告。讲。据前方侦查，共匪在一小时前已逃进山里。我们彻底上当了。不以物喜，这个老东西他在故意拖延我们时间。庙堂之高则忧其还能追得上吗？肯定追不上。是进以忧退以忧，然则少何时少而乐也。匪袭殷，气强万千，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。居庙堂之高，则忧其民；出江湖之远，则忧其民。
直乐而乐。10月16日，少共国际师跟随中央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，渡过于都河，开始了艰苦卓绝的战略大转移——长征。少共国际师这支屡经补充、先后达到16000余人的部队，是红军战士中的一支杰出队伍。这10000多名青少年战士，为共产主义信仰而战斗，绝大多数人将年轻的生命献给了祖国，在中国革命史上谱写了光辉而悲壮的一页。少共国际师走出来的开国将领有萧华上将、彭绍辉上将、曹礼怀中将、陈正湘中将、孙文才等19位少将。